京来日本时的泡汤赏雪还可以采草莓哦。位于东京上方的立木县，号称草莓王国，地图上一查还真的超多草莓园。这自来草也是近年来栽培出来的新品种，叫做火鸡爱草，甜度高又不会酸。最大特质是因为它的地头陷进去的关系，被它断面还会成爱心的形状，几乎每一颗都又红又大颗。入园以前会领取塑胶手套跟纸杯。真的好好吃的。跟台湾不同的是呢，日本的采草莓是现采现吃的，而且不得外带，所以如果吃不够呢，就需要另外买。广东北路上会经过的立木县，喜欢草莓的人一定要去试试哦。